哎，那边可以吗？我们现在回家了，那边关门了，我们在门口等着。赶紧去看看了，要回了，快快！你要看哪里？你要跌下去啊！你又在追，我不要管你啊！哎，不要推我！哎呦，你乱推！哇，你看这木头呀，听听。哎，这这里讲不听啊？有够光的！你看这木头呀！哎呦！怎么了？有够光的！是啊，这木头。我拿这个木头打你啊！不可以打的。哎呦，那个骨头，骨头嘞，姐姐，别别嘞。哎，不要打到人啊！不要站上去。上去我就站。你上去抓恐龙的骨头。我就抓那个金钟的。啊。哎，叫你来看恐龙，你坐在地上啊？啊 ？OK 了啊，我们回了啊。我聊吧。哎，他讲了喽，你听他讲什么？他叫你们。